可能是最近压力太大了吧。没事，这段时间忙完了，我带你旅游散散心。哎，正好我有一个大学同学呀，一直邀请我去黔中玩。我不去。黔中风景很好。我说了我不去。干嘛去啊？没事，你别管我。 爸，不是起来了啊！一会儿老万家把彩礼送过来了，赶紧起来拾掇拾掇。不，我不嫁给那个万麻子。这事由不得你啊！老子又费米又费油的把你拉扯大，你总得给我换点钱吧？奶奶，那个万麻子是个傻的，我不嫁。奶奶。 这丫头大了是该嫁人，可是你也得挑户好的呀。王麻子出的钱多，让她干什么去收拾。你这是买女儿，你当年买媳妇儿做牢，你现在卖了我也会坐牢。我，哎呀，你别打呀！我当年就该把你淹死。坐起，来。 爸，你别让我嫁人！跟我一跑，腿给你打断。我出去打工，我给你挣钱，我给你钱，爸。爸，我求求你了，爸，你别让我嫁人。 王医生，你帮我开点药吧。这里只是精神科，我建议你还是去看看心理医生吧。只靠药物解决不了根本问题。那心理医生能帮我消除记忆吗？那肯定不行，但可以帮你解除心病，心病没了，也就不会总做噩梦了。 如果能有消除记忆的机器就好了，如果有，我一定第一个买，倾家荡产也买。其实人都有自动遗忘的能力，所以留下来的记忆都有留下来的原因，多半是放不下的心结。王医生，那你帮我开点助眠的药吧。
奶奶，你拿着，钱儿啊，你爸呢？我也说不了了，你赶紧走，我去找你妈去吧。找我妈？啊，来，这里呢有你妈当年留下来的身份证，这还有钱，你都拿着吧。啊。可是奶奶你。你别管我了，那个你爸他再混他不能给我怎么样。哎对了，这里边呢还有咱们村里阿峰的那电话，那是他奶奶告诉我的，听说呢在城里混得不错，你去找他去啊，你们俩从小一块长大的，他会帮你的啊。巧儿啊，你一定要好好的啊。你走了，就别再回来了。啊！快走吧。好了好了好，赶快走吧。我听我奶奶说你的事儿了，先说吧。啊，哎，你说的那个地方呢，现在已经变成商业街，早就拆完了。不过不着急，咱们慢慢找啊。你赶紧先把包袱放了呀。哦哦。正好呢，我这室友最近也搬走了，你就在我这儿凑合一下。你没手机吧？手机。正好啊，我这儿有一个之前的手机，就先借给你用吧。明天带你去办个手机卡。谢谢你啊，峰哥，太麻烦你了。咱们都是老乡，该我帮你。你现在能跑出来啊，我是真替你高兴。这样吧，你先休息两天，有空的话也可以帮我送送快递，然后顺便也找找自己有没有喜欢的工作。你好，哪位？叔叔你好，我是王春草，我们之前见过面的，您给我电话号码说有需要可以找您。春草？哦，是你啊，你现在是想找你妈妈吗？嗯。王总，这笔单子我真的是没赚钱，我真的跟你说的实话，我一分钱没赚，这个价格确实低不下来了。这样这样，咱们一人退一步，你看行不行啊？这个价格我这……我待会儿给你打电话。小姑娘，你怎么样啊？我有没有撞着你啊？
哪受伤没有？要不我送你去医院好不好？怎么回事？你怎么开的车呀？不好意思啊，刚才确实是我没注意，责任在我。你看你们，没事，别人没撞着我，我们赶紧收拾东西回去吧。不是什么回去，这事儿不能这么算了。对对对，责任在我，我赔钱啊！等我会儿，我真没事，我们赶紧走吧。哎，局长，局长，你东西给我。那个，你们看，需要我。哎，小姑娘，你现场不把话说清楚，到时候真受伤了就说不清楚了。我真没事儿。那你就嫌我烦了啊？我知道我现在跟我妈一样，是有点唠叨，但。我没有嫌你烦，虽然我从小没妈妈唠叨，但我也知道你在关心我。知道就好。你也别嫌你妈烦，她是真的关心你。春草，你想不想找妈妈呀？我的意思是，你如果想找妈妈的话，我一定会帮你的。不找。你找什么呢？我东西。春草。刚刚明明在我身上的，怎么不见了？不是，是什么东西啊？很重要吗？很重要，很重要。会不会是刚才那个女的捡走了？我记得她车牌号，要不咱们去物业问问。今天我去了仓库，所有的货品都乱七八糟的，必须找一个认真负责的人。这两天我会出差，等我回来这个问题必须落实。就这样。春草，来尝尝这橘子，特别甜啊！我今天刚买。谢谢。你怎么一直愁眉苦脸的？这几天都没笑过了，就因为那东西丢了呀？这都几天了，那车还没有消息。哎，咱们当时不是看监控了吗？那信封确实被他捡到了，也确定了他就在那附近上班，肯定会到的，只是这几天没来而已。可是，怕他打开。怕他打开？到底是什么东西啊？那是我妈留给我的，是她留给我唯一的东西。是挺重要的。这样，我一定帮你找到。我天天去车库那边候着。啊？这都多少天了，让你找个库管员就这么难吗？你怎么做事儿的？这人现在不好找。春草，我已经查到撞你那个人的公司地址了，我发你手机上了，下班了我就陪你过去啊。你好，这有个包裹，你放旁边吧。我们这个要本人签收，要本人签字的。这是我们老板，我带他签字，一会儿给他。不行，一定要本人签字才可以。你怎么这么固执呢？你又不认识我们老板，我带他签不是一样的吗？你给我吧，一样的。不行，一定要本人签字才行。怎么不一样？怎么回事啊？周周，这是送快递的，他非要您亲自签收。
真是你啊，那天没受伤吧？没事儿。你看看人家啊，人家一个送快递的工作都这么认真负责，就你找不到人。是，那周总我先忙去了。请您在这签字。你这送快递每个月多少钱啊？我现在才刚开始工作，还没结工资呢。你看咱俩也算打过交道是吧？我觉得你这人特实诚，正好啊，我们公司招一个看仓库的。你看，你愿不愿意过来上班？这个比你送快递可轻松多了，每个月4000多。你觉得怎么样？我上次丢了一个信封，是您捡到的吗？信啊，我猜那个就是你的，给你好好收着呢。您没打开看吧？没有，我不是那种人。刚才我的提议你觉得怎么样？你愿意过来上班吗？那您现在能把信封还给我吗？可以啊，我就放在车上，你跟我下去拿吧。那信封对你很重要啊。嗯。你答应来上班，我就把身份证还给你。您打开看过了？真没有。这一捏不就知道是什么吗？还给你。来上班的事儿，你好好考虑考虑。我希望今天之内能够收到你的答复。先走了。你干得好好的，为什么要走啊？你要是不愿意帮我的话，我就给头说一声，再给你画一个片区。哎，放这儿了啊。不是的，我就想多学点东西。你看仓库能学什么东西？多看看总是好的嘛。这样吧，以后我放假双十一都回来帮你，不要工钱。真的？真的，不过你得请我吃饭。没问题。庆祝你找到新工作，今天我先请你。你昨天忙了一晚上。没事的，反正工人都要卸货，一次性放好更省时间。你好好看看啊，以前就跟你们说卸货的时候就像这样放，每次说每次不听。你看人家一小姑娘一来就整得规规整整的。是，以前那个库管员呀的确干得不好，幸亏春草来了。的确呀，比以前规整多了。我把仓库又清点了一遍，有些饮料放在那里已经过期了，不知道怎么处理。以后啊，就按照生产日期排列，这样管理起来也方便。看来我找你来呀，算是找对了。你这么能干，一定是妈妈教的吧？家里只有我和奶奶。你爸妈呢？难怪。这么小小年纪就这么能干。张经理啊，昨晚上给他算3倍的加班费。哎，好好。你叫什么名字啊？春草。春草。
朋友，这是你们的孩子，不是我的。那不管怎么说，这孩子是你生的吧？你是个文化人，你给孩子起个名字吧。身若蝼蚁，命如草芥，那就叫小草吧。小草命贱，好养活。周总，周总，那就这样吧，你先忙。妈，你怎么这么早就回来了？你看我这个好看吗？你这是要去哪儿啊？明天有一个漫展的活动，我想去参加。你这高三了，马上就要参加高考了，你怎么把心思放这上边啊？周末嘛，不耽误做作业。丽莲，过来。这两天呢，妈妈公司来了一个女孩，人家比你大不了两岁，农村的，从小跟奶奶相依为命，这高中毕业呀就出来打工了，她是勤快，反正别人都聪明能干，就我蠢，我笨，我干啥啥不行。你这是什么态度啊？妈妈跟你说这些是为你好，你不听爸爸妈妈的话，将来是要吃大亏的。我年吃亏就吃亏，我谢谢您，不劳您操心。反正又不是亲妈。你说什么呢？消消气儿啊！这孩子大了，主意也大了，有些话别往心里去。他认不认我这个后妈，我无所谓。但是他现在不把心思放在学习上，将来是要吃亏的。你别着急嘛，啊，他这么做也是一种释放压力的方式嘛。请问你是？你就是那个新来的管仓库的？是。被我妈夸得跟朵花似的。我看看，是长得还行哈。你是周总的女儿？算是吧。是不是长得不像？她不是我亲妈，我亲妈生病去世了。我八岁的时候他才来我们家，这一下子过了这么多年还是经常吵架。哎，你跟你妈吵架吗？我没有妈妈。你妈也去世了？没有，我倒也想和她吵吵架来着。那她就是不要你了。哎，你比我更惨呢。来，给我。你这是闯祸了还是想要钱啊？妈，你怎么能这样想我呢？妈，你都累了一天了，咱们先坐下再说好不好？来，快坐下，快坐下，快坐下。我其实就是想跟您说声对不起，昨天不应该跟您顶嘴的，更不应该说您不是亲妈。咱们平时有时候是会吵架嘛，你别往心里去好不好？我其实挺喜欢您的，我特别感谢您能嫁给我爸，能当我妈。你这小嘴甜的，我怎么越听心里边越慌呢？
真的，妈，这可都是我的肺腑之言。我今天去你们仓库了，本来我是想找你说那个新来的看仓库的吵架的，但是聊着聊着，我觉得他人真好，而且他特别可怜，他爸爸对他很不好，他妈都不要他了。哎，这样一对比啊，我有家，有爸，有您，我实在是太幸福了。看来呀，今天我女儿是受教育了，我真应该好好感谢感谢那姑娘。嗯，必须的。这个呢是给你的奖励，最近工作挺不错的。不用了，已经给过奖金了。你就拿着吧。昨天丽丽来，我挺感谢你的，因为你的缘故对她触动挺大的。以后有机会呢，你多开导开导她，这城里的孩子嘛，根本就不知道生活的艰辛。谢谢周总。那你忙吧。嗯。啊，我听丽丽说，你妈妈在你很小的时候就离开你了。嗯。你就没想过去找她？我不想打扰她的生活。你不恨她？为什么呀？我本来不该来到这个世上的，没什么可恨的。能有你这么懂事能干的女儿，真是让人羡慕。可惜你妈妈没这个福气。那周总，我去干活了。我衣服都没洗，房间也脏，我受不了了嘛。你呀、啊、就忍忍吧。忍不了嘛，就随便找个人呗。那个春草应该很会做家务吧。好看呀，你们老板对你不错呀，这件衣服抵我半个月工资了。是吧，可合身了，和定做的一样。就是，这样我帮你把吊牌剪了啊。不剪。你总不能穿着吊牌出去吧？我才舍不得穿出去呢。你买来的衣服不穿供着呀？就是要把它供起来，换衣服去啦。周总。好的，没问题。怎么了呀？我老板给我放假一天，让我去他家做清洁。我还以为什么事儿呢，做清洁你这么高兴。挺想去他家看看的。为什么呀？他家有别墅啊？不知道，就是好奇。你可真奇怪。周总，你回来了。把扫得真干净。春草，幸亏有你，真谢谢啊。不客气，
能帮到您，我很开心。坐着休息一会儿吧，我给你拿瓶水。不用了，我马上就弄完了。有你这样的闺女啊，真是让人省心。给。谢谢周总。你奶奶也很能干吧，把你教的那么好。我接个电话。喂，你跟我说这些干什么？从他打我那耳光起，我跟他就断绝了父女关系。小姨，妈，妈，我找到你了。别叫我爸！哎呀，你怎么说话呀你？你堂堂一个大学生，竟然被人拐卖，你读的书都喂狗了！原来还是你的面子最重要。我现在被人拐了，你觉得你没面子了？妈还是很担心你的。他担心的是他的面子。我现在就要回家到处说我被人拐了，我还被人强迫生下野种，我就要你的面子掉在地上，捡都捡不起来。哎呀，你干什么呀你？疯子！你丢尽了我们周家的脸，你不是死了算了？老头，你是不是把我打清醒了？我可惜了。没有如你所愿，我现在活得好好的，我以前都是为了你们而活，为了你的面子而活，从今天开始我要为自己活，我要跟你断绝父女关系。他这也不是什么生死攸关的病，你不用太着急，你好好照顾他，我会让人送笔钱过来，就这样。春草啊，你能帮我一个忙吗？帮我把这张卡呀送到医院去，直接交给他，什么也不用说。好。都这么多年了，你们父女俩要僵持到什么时候啊？是他不认我这个爸，结婚了也不跟家里说一声，也从来不回来看一眼，我就当是没这个女儿。这么闹下去，你死能瞑目啊！伯父伯母你们好。哦，我是周总派来的。哇，快进来。周总叫我把这张卡给您。啊，你是周总的？哦，我是周总的员工，今年刚入职。你们就是周总的爸爸妈妈吧？周总还说了，让我每天下班就过来照顾伯父，让您好好休息。他真这么说的？嗯，他说了，一定要把伯伯照顾好，祝您早日康复。说得好听，他自己怎么不来？啊，最近公司比较忙，周总有空一定会过来的。对呀，这女儿不是忙吗？这不是叫了人过来了吗？小姑娘，你是哪儿人呢？我是泉州的。我怎么看着你这么面熟啊？哦，是吗？可能我是张大众脸吧，谁见都熟。伯母，你快去休息一下吧，伯父这我看着。哎，这不用。哎，去休息一下吧，别累着了。
我写不对吧？我记着刚才拖走了200下，你这怎么写了20下？对不起，我写错了。你这相差180下，你赔得起吗？我下次一定注意。你怎么现在干活迷迷糊？我有点感冒了。呀，自己多注意。你这样的话怎么能工作啊？我下次一定注意，经理，不会出错了。我看见有医院的刷卡记录，怎么了？生病了？我爸有点不舒服，我来检查检查。你爸来了？那我得去看看呢。不用了，我跟他早就断绝了父女关系。你说，咱们结婚都快8年了，我从来都没见过你父母，你跟他们到底有什么深仇大恨？他们的女儿18年前就死了，我现在能够给前清义务已经算不错了。兰州的特产是什么呀？羊肉米粉啊。怎么了？群体是王村长，就是西南的那个，他在仓库那边等我端过去，米粉都凉了。他家乡具体是哪里啊？看看有没有什么牛肉特产。他家就是个穷山沟，我看看，在黔州五里镇龙塘村的。王春草的生日是多久？这个月的12号。马上把他的资料给我。喂，张经理，通知王春草明天不用来了。啊？为什么？他干得挺好的呀。我开除一个人需要跟你说理由吗？那个，哪受伤没有？要不我送你去医院好不好？我现在才刚开始工作，还没结工资呢。我本来不该来到这个世上的，没什么可恨。不，他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，一点关系都没有。觉得郑文峰已经死了，死了，死了。张经理，春草啊，你明天啊就不用来上班了。这老板的命令啊，我也不敢违抗。哎，不过你干得挺好的。以后再有机会，我就喊你回来上班，好吧？嗯，没事儿，谢谢你啊，张经理。他能够认你简直是太好太好了。我就是死我也瞑目了。好啦，你早点休息吧，让我爸知道你给我打电话又生气了。你好，
请问一下，周炳南住哪个床？你等一下，他住20号，在这边。谢谢。你在这儿干什么？我来帮忙。你被开除了，你知道吗？我知道。我。你知道你还不走？对不起，打扰了。春草，春草，小芳，你来了，走进去看看你爸。春草走了，我出钱给他请个护工吧。万一有事儿，先走。你来都来了，你不去看看你爸呀你？你就是往事随风，我是拥抱自由。你本人比照片好看多了。谢谢。要不找个地方吃点东西，边吃边聊。好啊。你现在是我们家的媳妇儿了。什么媳妇儿啊？你这个媳妇儿啊，可是我花大价钱买了的。把她收回去。你要干什么？你放开我！你给我滚！别跳了，再跳了，放手，再跳没了。你别放开我！你干什么你啊？你再跳，媳妇打死你！你打呀！我本来就不想活了，你打去吧！我打不死你，我有事待着。你松开！你凭什么烦我？你松开！是，是不是？放开你啊！你饿死了不要紧，我孩子要是有个3成2的，我他妈慢慢弄死你！张嘴！不是，丫头，那边接了声，守住儿子位置。没用的家伙，生了个丫头片子，接着生啊，生出儿子为止。你别哭了，你就不该来到这个世上，不是你，你不是我孩子。我们是警察，伙计我。哎呀，你干什么呀你？疯子！你丢尽了我们周家的脸，
你不是死了算了？算是把我打清醒了。从今天开始，我要为自己活，我要跟你断绝父女关系。我不是周润发，不是，没生孩子，我没有孩子，没有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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他们凭什么要开除你啊？你又没做错什么，你老老实实工作的。也许是因为我不该主动去照顾他爸妈吧，他们之间有矛盾。那也不应该拿你撒气啊。开除就开除吧，我正好回来帮你。我就是见不惯他们欺负你。你这怎么回事啊？怎么又是这么乱七八糟的了？不是，这新来的库管员呀，他不熟悉情况。我不管你用什么办法，必须得回到以前的那个标准。那要不叫王春草再回来？你怎么回事？离了他，你这仓库就不行了。我要再来看到这么乱七八糟的，你就走人。我老头子。我觉得过来帮忙的那个丫头跟咱闺女长得挺像的。这世上长得像的人多了。也是。哪有那么凑巧的事儿啊。这孩子啊跟小芳的孩子长得差不多大。你说当初要是一起带回来。心里都想些什么呀？那样的人家能养出什么好人？你就当是个小猫小狗不要也罢。现在芳芳不是生活的挺好吗？可那个孩子毕竟不是他亲生的呀。亲不亲生有什么要紧的？你看我们亲生的不是也不来医院看一眼吗？算了算了，都一样。丽丽，哎呦，我妈来了，你听着，丽丽，啊，妈妈，你这是在干什么？你是谁？啊？我问你，他是谁？干什么呀？你小小年纪不学好，我怎么就不学好了？刚才我都看到了，你现在是学生，应该以学习为重。好啊，耳朵都进去茧子。读书的时候谈恋爱是错，毕了业找不到对象又是错，反正你们是家长，你们怎么说都是对的。我说这些是为你好，我说错了吗？不让你管。行了行了，别生气了，来喝口水。不喝。我女儿又哄老婆，这中年男人呐，真的是难呐。那我说错话了吗？高中生谈什么恋爱？老婆，我知道你这是为孩子好，但你有没有想过？咱们还是孩子的时候不都一样啊，一样叛逆，父母说的话都听不进去的，对不对？春，
对对对，责任在我赔钱。你乱动我东西！不是，周英她是你妈妈，她知不知道？不是，她为什么会开除你呢？你不要问我了。为什么？她不知道是不是？你去跟她说，她抛弃你这么多年，你过的什么日子？不要说了，你不要说了。我为什么不能说？你老是被人欺负，她也这样对你，她过不过分呢？春草。是你，丽莲，妈妈有点事儿，你先上去，我待会儿给你打电话。哦，拜拜。那是你女儿？是，你想干什么？你为什么要开除春草？他不能胜任，当然不能用。你知不知道他是你亲生女儿？我不知道你在胡说什么。身份证，春草拿着身份证。我不知道什么身份证。阿姨，你知不知道春草过的是什么日子？你现在已经是大老板了，你就不能照顾照顾自己女儿吗？我再跟你说一遍，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阿姨，我知道你也有你的不得已，但春草真的太可怜了，她从小在家里非打即骂，你现在条件这么好，就当做件好事儿，你就把她认了吧，就当多个女儿行吗？姐，周总，拉快递员又来了，嚷嚷着要见你，赶都赶不走。您看我们要不要报警？算了，让他进来吧。我答应你去见他，但你要再来，我就报警了。是你让你男朋友来缠着我的？不是我，也不是男朋友，是老乡。我不管你们俩是什么关系，我今天来就是想告诉你，我们没有任何关系。你应该知道自己是谁。对不起，打扰你了，我保证以后不会了。你清楚我在说什么？清楚。恨我？不，我不恨你。我本来不该来到这个世上的，我得谢谢你。我替阿峰向你道歉，我保证
不会来打扰你了。也谢谢你来见我。阿峰，哎，孩子怎么样？挺好的，谢谢你，阿峰。他肯认你了？没有，不过也挺知足啦。本来以为这辈子都不可能知道我妈是谁，现在居然还见到她了。他怎么能这样？亲生女儿都不认，我去找他。哎，你别走。你陪陪我，我现在特别想哭，哭不出来。想哭就哭吧。幸好有你陪着我。不是郑永芳，我不是，不是郑，我是郑永芳。喝这么多酒啊？啊！慢点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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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来来来，先放坐。我叫郑永芳，我叫郑永芳。郑，哎呦！你说你不能喝酒，你喝那么多干什么？郑英，你有本事啊？认识你，叫李明。哎，行了行行，你休息会儿，我给你倒杯水啊，给你倒杯水。坐好了，坐好了。啊啊啊！我叫郑英。这么晚了，你叫我来这儿干嘛？看见那个女的，她女儿被人带进去了。你说丽丽？是吧？反正看着迷迷糊糊的就被一个男的带进去了。她和谁进去的？我怎么认识啊？我就不知道怎么办才给你打电话。嗯，这是我妹妹，不知道被谁灌醉带来了，我等不及警察了，你能不能帮我开下门？你们谁呀、啊？怎么进来的？我告诉你，我们已经报警了，老师。周总，是不是你干的？我干什么了？你少在我面前演戏！你恨我，冲我来，不要伤害我家人。你在说什么呢？要不是我们，你那个女儿早就被……你胡说！我胡说什么了？这才是你亲生女儿，你自己的女儿不要，把别人的女儿当宝，你有病吧？像你这种人就活该孤独终老，没人给你送终。别说了，不是，走什么走？你没良心！我还想再说说。他们刚才说什么？你亲生女儿？我们先去看丽丽。你就不该救。他们一家都没良心。丽丽她人挺好的。不是，你是她亲生女儿，她对继女儿都那么好，对你那样。你知道她是怎么成我妈妈的吗？我知道一点。小时候我很奇怪，为什么别人都有妈妈，就我没有。有人跟我说他不要你了，自己走吧。那时候我也恨过他，都说世上只有妈妈好，
为什么他不要我？后来慢慢长大了，我才知道他不是自己想来的，他是被拐骗来的。我爸爸什么样，我家什么样，你也知道。你说我妈妈那么漂亮，那么能干一个人，都能当大老板，怎么可能看得上我爸呢？最开始我也期待过，希望他能认我，但后来我宁愿他不认我。或许我从来都不应该出现在他的生活里，他看见我肯定不开心。如果说他的生活是一面雪白的墙壁，那我就是墙上那个黑点。不是你瞎说什么呢？你不是黑点，那是他自己。能看见他，能为他做点什么，我挺开心的。那你就真的不要他认你了？这么多年我不也长大了吗？你倒是看得挺开。再说了，还有你对我好呀，这就够了。知道就好。我饿了。哎，我知道前面有家烧烤店。妈，我错了，我不应该不听你们的话，我以后再也不敢了。知道错了，平时爸爸妈妈管你都是为你好。知道错了就好，你知不知道，这次真的很危险。我当时真的好害怕。幸好春草来了，是他救的我。春草呢？春草看你没事，他就先回家了。春草可是我的救命恩人，我们以后一定要好好感谢他。知道了，等你完全好了，咱们在一块儿好好的去感谢他啊。丽丽睡了。关于春草的事儿，有什么要跟我说的？没什么，我没什么要说的。在生丽丽的时候啊，让妈妈告诉我，每个孩子呢，都是随父母的意愿来到这个世界上。他们没办法选择，所以啊，我们得好好的爱他们，因为孩子是我的家。如果孩子出什么事，那肯定是父母的问题。
阿峰啊，春草在你旁边吗？没在。哦，没在就好，没在就好。奶奶想问你一件事儿，你可一定要跟奶奶说实话。奶奶，你有什么想问的你就问吧啊。春草跟我说他妈认他了，是真的吗？对对。你可别骗我呀，他妈会那么轻易就认他？奶奶你就别问这事儿了。是不是根本就没认呢？造孽造孽哟、哦、造孽啊。大夫你给我买的酒啊。你这个挨欠揍的都是你造的孽，他怎么就报应到孩子身上了，害了孩子哦。说什么呢你，还不是你把他死丫头放走了，害我连酒钱都没有。把钱给我，我自己去买。没有。哎呀怎么没有，没有。哎呀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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自己起来啊。哎呀苍天啊，都是我们犯的罪呀、啊、要罚你就罚我们吧，你可一定要保佑孩子啊。今天我们就先简单吃点，随便点的也不知道合不合你们的胃口，已经很多了。我爸妈说特别感谢你们，本来他们今天也是要来的，但是单位上突然临时有点事儿，下次我们再一起请你们。啊，来喝，没事儿，来。什么单位有事儿？你妈就是不想来，没人性也没良心。你怎么说我妈呢？她欠你钱呢。我又没冤枉她，动物都知道护崽呢。你妈呢？你妈连动物都不如。你什么意思？别说了。我为什么不能说？她抢的是你的妈，你才亲生女儿。不好意思，这饭我们改天再吃吧。春草，到底怎么回事啊？我你妈去。丽丽怎么还没睡呀、啊、妈你是不是还有一个女儿？谁跟你说的？王春草是不是你的亲生女儿？你见过她？那看来是真的了。妈你为什么不认她呢？大人的事儿你不懂。妈，自从我亲妈去世之后，你来到我们家，我就一直特别感谢你。我觉得你是一个好人，是一个非常好非常好的妈妈。可是你为什么不愿意认自己的亲生女儿呢？有些事儿不是你想的这样。是我不知道你以前经历过什么，但是我们孩子就是很简单的，我们只是想要得到一点爱。如果我们的父母都不爱我们，那我们还有什么存在在这个世界的理由？妈，春草她是您的亲生女儿啊，你不觉得你们很像吗？你怎么又来？有人托我给你带个东西，你一定要看。这什么？你看了就知道了。
春草她一直想为您做点事儿，但这件事儿只能我来做，你别让她知道了。过去的事情不是我们糊涂，我们对不起你，我们有罪呀、啊！哎呀，我在这儿给你赔罪了。他爸为这事儿已经坐牢受惩罚了，我也是半截入土的人了。我死后会下地狱的，我都认了。可是小草那是你亲生的，他在我这儿没过了什么好日子。我知道你想不通，可是他这就是你亲生的呀，肯定是没有错呀。我求你了，你就认他吧。我求你了，我就在给你下个疙瘩了。老头子，我找到小芳的女儿了。真的？哎，你慢点。我呀，联系了当年解救小芳的那个警察，他说他跟小芳的女儿有联系，还给我发来了照片。我看看。来，看，这不是那个丫头吗？就是啊，她叫王春草。我估计啊，她知道我们俩是谁，所以才过来照顾你的。可是小芳知道吗？我不敢问呢。哪受伤没有？我现在才刚开始工作，我本来不该来到这个世上的。请问周英的家属在吗？病人情况现在怎么样？周英是 O 型血库里库存不够，我们正在调，但病人的情况很危急，你们家属中有 O 型血的吗？是 AB。 那你们的孩子呢？我也是 AB。 你们不是一家子吗？我问问春草，也许他行。赶紧打电话吧。啊，我春草，你是什么血型？春草，谢谢你，我们还怕你不来呢。我肯定会来的。春草，真的是谢谢你了啊。之前周英他……没事儿，我懂。春草，伯父伯母，傻孩子，咋这么叫呢？我们是你的外公外婆。外公外婆都知道了，让你受委屈了，都是我们的错，害了你妈妈，也害了你。回来了就好，回来了就好。
行了。我还没死呢。说什么瞎话呢？怎么可能死呢？我做了一个好长好长的梦，梦到好多好多人。梦见我了？当然有你，还有好多以前的事，特别是那个孩子。原来一切都封存在我的记忆里，没有我。孩子，只怪你投错了胎，下辈子一定找一个好人家。孩子，你不想死，但我活不下去了。这个世界没你想的那么好。死都成了奢望，就这么摔下来你都没事儿，你就这么想来吗？你要是想活，你就动一下。你就这么想来，这个世界并不好，除了痛苦就是绝望，你还要来。既然你想来，你就来，我们俩一起熬。孩子，妈妈终于可以看到天了。你看看这儿，你后悔吗？你现在想，是因为你不懂。等将来你懂了，你就会后悔。没用的家伙，生了个丫头片子，接着生啊，生出儿子为止。总有一天我会离开这。你是不是叫周永芳？你怎么知道？我们是警察，你获救了。快跟我们走吧。我还有一个孩子在家里边。你先跟我们走，孩子我们再想办法。要是被这里的村民发现了，我们都走不了。好。现在是孩子的问题。那边肯定是要孩子的，如果你不要那个孽障，要回来干什么？周永芳，你自己说吧，毕竟是你的孩子。你不是我的孩子，
周永芳已经死了。在我最绝望的时候，是你的孩子给了我希望。在年轻暗无天日的日子里，他是我唯一的希望。和我自己走，把他留下。就算你想，也不一定能把他带走。他是无辜的呀，这么多年我没有尽到一个做母亲的责任。他是个好孩子，会原谅你的。他真的会原谅我？他真的原谅你了？你受伤了，是他给你输的血。真的，是他，真的是他。他从来呀都没责怪过你。春草，春草，春草，我是妈妈。